咁係咪因為受得壓力大得滯咧？嗱，當其時大家都知道你同邊個拍拖噶嘛，係咪先？緋聞嚟嘅啫，緋聞又俾人形容係漢堡包嘴啦，咧好肥嗰個長仔咧，係咪因為棒打鴛鴦令到你哋分開？令到我哋分開啊？嗯，咁啊真係冇咩特別嘅喎，少男少女呢啲又未結婚，男又未結婚，女又未嫁，咁即係咁會唔會可以話係因了解而分開？都可能係嘅。啊、都可能是、啊、咦，我承认了这件事、哎、公开的秘密来的了。但其实到后期你在宝记发展得这么好的原因、嗯、去到九六年为什么黎瑞恩决定离开宝丽金？去到九六年我自己公司有开一个唱片部嘛，所以就力图去回唱片部，我们就要回过去咯、嗯、但是会不会很可惜呢？力图出完一张碟，成间公司都冇咗添。力图出完一张碟，系因为嗰阵时我真系拍紧拖，因为我真系好中意拍拖，真系好无聊。咁我即其实对事业对于我嚟讲唔系太重要嘅嘢。咁我人又冇斗心咯，咁又中意拍拖咯。咁揾到一个哇，觉得哇好好啊！呢个男朋友真系好希望同佢喺埋一齐。咁而且佢又觉得喂，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做呢一行啊？咁啊，哇！佢讲乜嘢都话好啦，系咪先？咁我经理人真系好锡我嘅。总之佢做乜嘢都系好似为咗我好咁样。我话我要拍拖啦，但系佢唔系好想我唱歌。我咁得啦，好啊，唔好唱啦。即系佢唔系晦气，我觉得好恭喜你啊！终于我都完成我嘅任务啦，咁样就系有人交托咗。系啊，咁我终于完成我嘅任务啦。OK 啊，冇问题啊。咁你去拍拖结婚啊？但你冇瘾嘅咩？唱歌，小英子，我又真系嗰一刻冇咯。一圈圈星光背后访问有我黎瑞恩，想听足本访问，即刻上88190.3.com听节目重温啦。